十八罗汉阵完全施展开来，恐怕他还是难以招架。 不服！呆瓜，怎么这么倔呢？再打下去，你的小命就没了！
师弟，没事吧？放心吧。 虚耗过度，要好好休养一下。哎，我这不是正在好好休养的吗？跟你在一起啊，豹子胆都吓蔫了，就不能让人好好省心一回吗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你个头啊！你差点变成乱拳下的冤鬼了，被打成那样子还不认输，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啊？无论怎样。 我都过了一关了，呆瓜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接下来的试炼一定会越来越难的。要不，我们放弃吧？不着急到僧兵，绝不放弃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不过，北华安的试炼过了，南华安的就应该好办了。 你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不管是谁，都和你有很。